几天没见我徒弟精神了啊！啊？走吧，把它吃烧几去吧。挣酒了不今个？你不是背了吗？啊？可背了都是吗？你没点酒啊？没吗？那我那点两酒都够我自己喝了。够啊？够。呀，一杯酒也不知道点，没钱了吗？这是？那能吗？来吧来吧，入席吧。猜这个弄出来啊，朋友们，四合彩，烧鸡25块钱，肥肠猪头肉，还是哪一期买了哈？没吃完，我烧过来了，得有7-8天了。这个货，香肠呢是现弄了啊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啊，大白菜也给咱剩了，钱也剩了嘛，估计都是在外边打工不容易，年年了吃不着家的东西啊。这都是过年吃的东西啊！过年了，坐吧，王总，王总，开饭了啊！抓紧吃，这又上班去了，容易不？搁到外边挣2毛钱容易不？王总啊！你把这都搁桌子上啊！在这个开饭之前，我想问你们一下啊，你们是通过西瓜视频看的我的视频呢，还是通过今日头条看的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这人有一个毛病哈，就喜欢每条评论我都好回复。你们大胆的评论哈，我都会回复你们的。这是得有大半年没吃着香肠的了吗？这是啊，大串还没开饭了都开始咧着了，哎呀，忏悔了，我看着。还是老家味好哈。啊，咱俩到一样了哈，我感动你感动。你别光给我搁这喝墨迹啊！啊，正好的菜，你要是再不喝，到哪喝都说不过去。他不喝，他不喝杯了，你抢着喝。不喝，人家网友得笑话来着。正好的菜，两子又下不去了。嗯。好，省点吧，年年有余。先加加块，加加块，垫垫肚子。馋了那俩都。烧鸡，我跟你说，真好吃嘞！烧鸡会不好吃啊？烧鸡皮好吃。嗯。哪有老二皮好吃？来看看，让人看看。这他妈25。25块钱的烧鸡儿，搁家吃不够，我都没吃。这是香肠，还正抹这个香肠。你馋了，你留嘴去。小猪头肉，这家不能多吃，吃多了高血压。来来，开始吧，正好了再。吃吧吃吧，来来来，走一个，别光吃了，人家该说腰都开了。下身点，下身点。看你这下身点还没。杯酒就慢慢的喝。你看上面我下身了。哎呀，